有礼祖训，每逢甲子之期，幽姬需自尽于赤炼渊，换取新一任幽姬之生。赤炼，这是幽姬之德，也是你的责任。哼，责任？若说是惩治进犯幽都者，我认；是助子民安居，我认；是寻九黎壮大之途，我认。但要为这60年一死的荒谬枷锁而亡，我不认。咱们好像越偏越远了。你们今日是很难生离此地了。大名鼎鼎的明皇，这倒是令人意想不到啊。本是有些看不过去，想劈你几刀，为这些弟兄出气。尊驾一行有何贵干？晚辈想要找的是上古邪神蚩尤的右脚。好像有不速之客到来。太古邪神蚩尤的遗体？哼，你不说就算了，胆敢诓骗本座，这可是万死之罪。天时已至，四荒之魂尽集于此，明神天魄伐明将士。刚才贫僧自作主张，以降魔金刚杵击破朱红晶石，正好遂了妖人之意。之后贫僧就和诸位同出共进，直到妖人伏诛，事情圆满解决为止。不知施主以为如何？